大家好，我是猴子老公。上集我们参观了台北市立动物园教育中心里的动物园百年风华展，见识了动物园从日治时期到现代，这历经了一百年的动物园发生了哪些转变，也看到了动物园人气动物永旺爷爷传奇的一生，更看到了1:1比例制成震撼你我视觉感官的恐龙展。这集我们将回归山林，跟着好朋友台北市山岳协会的同学们一起去走走内湖大湖公园旁的几座礁山。早上8:30，大家在大湖公园捷运1号站出口集合。活动开始前的团体大合照时间，赶快站好位置，跟镜头前的亲朋好友们问好啦！1、2、3，西瓜甜不甜？台北山岳协会每星期都有 ABC 三种不同难度的登山行程，供您自行选择。A 行程属现场参加，不需报名，跟住协会向导健走的行程。B 行程多属于包车外县市一日往返的行程。C 行程则属于续住山屋或饭店的多日国内外登山或旅游行程。一般建议是循序渐进，锻炼好体力后再挑战较难的多日登山行程。现在大家走的这条路就是大湖山庄街，每星期日的 A 行程很多都是周周必到的周同学，大家来自社会各阶层，四面八方，一同开心地享受短短的半天行程。虽然走的路线长度并不长，但却常常让规划团队伤透脑筋。启明向导严谨地在路口引导并介护大家的安全。走到大湖山庄街151巷时要右转进去哦。队伍的头尾一定都有带住无线电的干部或向导负责领队跟压队，我们只需跟住队伍走，就能够轻松享受登山及健走的乐趣啦。前面就是大湖山庄登山口，理事长热情地招呼大家跟上队伍进入登山口。这么认真负责的理事长，大家真的要多多给他支持与鼓励。认真的阿北，亲一个。
知道这位帅哥是谁的，请举手。飞皮衣卯中亮片徐徐边，都是很抢眼的元素。我举那红红的太阳，要它只为你放光芒。刘文正独特的唱腔就是那么的有味道，像太阳一样。我要捉住那红红的太阳，要它只为你放光芒。这里是大湖土地公庙，按行程规划，大家在这里稍作休息并补充水分。不要对我提起友情，我需要的是爱情。放眼望去，想要找到胖同学很难哦。我依然不放弃。因此爱爬山跟骑自行车的人一般都不会是个胖子，因为胖不起来呀。猴子老公出门爬山，逢土地公便拜，祈请他们保佑大家一路平安。我们现在在这里，要往清景大湖石碑登山口前进。土地公公再会。不要对我提起友情，我需要的是爱情。好特别的颜色，这算是烟绿色吗？这里有小三可以搭成窝。起站捷运昆阳站，终点站翠北新村。大家为了躲太阳，很自然的都走到了有树荫的对面去了。其实这是对的，走在这种产业道路上最好是逆向而行，因为你背后不会有车，车只会与你迎面而来，你只要注意脚下，贴靠着路边行走就行了。若这是北宜公路，在这种弯道出过马路，可能就中奖了。三周来宾黄万福福哥点播，谢谢你和我。朋友，这是摄影团队现场录音，不是猴子老公家的音效哦。虽然刘文正没跟我们一起爬山，但他独特的嗓音及魅力让对面的队友们都热情了起来。这是一条情感的线路，属于你和我。有些共同的回忆与乐趣，只有我们四五年级生才能彼此意会与领受。除了我们，别人休想占有半秒钟。年轻人是不会懂的，对我们来说永远都不够。有些人笑我们是三明治时代，上有年迈父母房贷车贷，下有未就业的在学子女要养，那又怎样，我们依然挺起头站直腰，假日出来爬山晒太阳。有位兄长说的，遇到了就把他扛下来，面对他，接受他，处理他，不要闪躲。这里就是清景大湖石碑登山口。石碑呢？没看到石碑呀。说时迟那时快，花果山福哥以闪电般的速度就让这石碑重出江湖。可见得福哥是位见机勇机的极客行动者。当多数人还在盘算分析时，他老兄早就已经吃干抹净，准备洗洗睡了窝。管他那么多，先做了再说吧。卡关了，就想办法解决它。抖音请古道时介绍的笔记本大哥，继续着他的笔记本一周一季活动。看到福哥的一行一举，猴子老公不禁也想起了蓝天的五连和舰队，也常在山林野岭间为山友们撑起屁股。
在此猴子老公也以一个用路登山人的身份，在此向两队参与除草的队员们献上感谢之意。因为有你们的辛劳付出，让我们大家有个平安愉快的山林之旅，非常感谢。说到这里，猴子老公也要快马加鞭赶上前行的山友们了。志明哥、夫哥、Emma， 感谢你们的辛劳及付出，让我们大家有趟愉快的登山体验。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之前，怎不问问你为国家做了些什么？这句话，你我有多久没听到过了？接下来的路段有一小段需要攀岩窝，你准备好了没？下回不会是像五聊间大峭壁的那种吧？先卖个关子，嘿嘿，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When the crowds have gone, we could talk under moonlight till dawn. We could stay to watch the sunrise, cancel all our plans.爬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很让人兴奋的大景，多数是看往南岗软体科学园区方向的绿雾。啊，大魔王出现了，晕一，双手拉紧绳索，二，用力往下拽，三，双腿稍稍顶住往上蹬，四，接着手再抓更上面的绳索，五，身体自然就会往上攀上了窝。网络上的三点不动一点动的攀岩教学跟这里不同窝，因为眼前的是拉绳攀爬。上头拿着相机由上往下拍的哥哥，可是从第一个拍到最后一个的哦。他是纯属义务帮忙拍照的摄影师。当天一起出游的同学们，若收到他帮您拍摄的美照时，记得跟他说声谢谢吧。在这里，猴子老公，有件事情请大家帮个小忙，那就是您在观赏影片之时，若想要听到某些老歌，或是您想要与失联已久的朋友联系，又或是想对你身边的人说一些话但又说不出口，都可以在影片的留言区内留言，小小的心灵由猴子老公替你完成您的愿望。这么一点点，虽然是我为他许下的诺言，也是猴子老公自拍片以来常常在思考一件事情，身为一个 YouTuber 可以为这个社会大众做些什么。难道拍完影片获取流量换取收入，这就是身为台湾 YouTuber 所能做的事了吗？每个人活在世上都有他在乎或想得到的东西，有的是人，有的是名声，有的是金钱。猴子老公，我比较想做的事，则是想为大家贡献点心力。当然，若这是能够让自己有点收入，而不是完全白做工，那就太完美了。老实说，这是我目前最大的心愿，希望能够实践。这里出个问题，考考大家，
大家觉得动物与人最大的差别在哪里？欢迎大家留言，发表您的宝贵意见哦。心愿，谁知道要等到哪一天？问了一下这位迎面而来的大哥，原来他们是已经走到了东牛朝尾山，而原路折返回来。可掬的气质美女是 Angel 向导，这位哥哥的背包感觉很贴身，应该是越野跑包哦。这位大哥上次应该有参加狗殷勤的行程，感觉很面熟。要等到那一天，相逢自是有缘，希望大家日后能常来参加。因为昨天下雨，今天猴子老公是穿雨鞋来爬山的。原以为穿着我帅帅的达新牌豪帅专业加束口防滑防水雨鞋出征，一定可以帅压全场，所向披靡。来个定格，让大家仔细瞧瞧他的帅样，哈哈。这靴子真是太酷炫了。大姐，您从国外定制的吧？这靴一定破万元厚。热心的姐姐给了猴子老公一个连结，再次跟大家一同欣赏吧。连接附在影片说明栏内，里面有更多的登山实测哦。因为鞋面材质给人感觉很塑胶，猴子老公便打电话去乐登峰询问了一下，才知道原来鞋面是由牛皮制成，而非不透气的 PU 皮。您可曾想过退休后要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哇，这大哥精神真好，我希望以后也能像他一样。墨镜美女，真想看看她的容貌。人哪里都没去，我在头前。你加班。哦，大哥慢慢走。正在看影片的各位，你们猜得出来眼前这位大哥的年龄吗？每周日的 A 行程，他几乎一定都会参加。哎，安全最重要，对，小心哦，姿势很好。谢谢，很棒。加油！加油！大家好。探索吧。
勇往直前的勇气。刚刚要大家猜年龄的大哥在我正前方，他有着92岁还来爬山的勇气。那你呢？